好，OK 了哈。Go。噔。掉了。好，我先，是这个吗？有有有，哎，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我自己的，有。有。为什么没有画面？时间照算哦。哎，哈，时间到算吗？不要了，不要这样子啊！哎 不要这样子。听说有人上次光装荧幕装了5分钟都被赶下来。好，我现在赶快讲啊。好，我现在讲的是个土炮的 pad，就跟其实跟今天的 pink 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啊。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叫 Fred。然后是有点大师生哦，那我现在专门做 open source 的那个一些开发，那有做一些 open source project 在网络上面，那这是我联络方式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 Face project 是什么？它就是一个土炮的那个平板专用表演平台哦。哎，它又掉了。哎，不要这样子。哎，好好好，那我继续讲哦。那我接下来讲到那个什么，shit，我也忘记我要讲什么。好，哇，糟糕了，我这次死定了。哎呀，我这次甚至完蛋了。哎，就是不要 live demo 啦。好了，那我直接这样讲好了啦。那我继续往下哦。那我现在要简单，我身为一个 developer，我一定要说 iPad 干我屁事哈，因为我不太不会 Windows。那 Android 呢？我们常常在工作上碰到很多 Android 啊，好了，又不见了。是，哎，我也不知道，一直跳掉啊，这个就跳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OK，啊，问题是我这个有影片啊，那我完蛋了。这个是来拆台的，今天没有拜拜哦。那我现在继续讲哦。那基本上呢，我现在为了要做一个配偶，我厌恶修改那个 Android 的 UI 哦，所以我也没空玩整套的Migo X1 哦，因为它太贵了。那还有更多的问题，我现在都不想在做平板的时候不想再去修改，我希望自己徒手打造一个 iPad 啊。那我怎么最大的希望呢？当然是整个场面我 hold 住，全部都我能自己完成。那所以我要在家里建立好我自己的土炮的平板的环境。那我怎么做呢？我希望做到这个 fancy 的 user interface 啊，iPad 的behavior 啊，甚至还有 Qt 的一些 support。那我需要做到的是最大的部分是 window manager 的部分。那我需要做到iPad 的 UI。那demo 我现在没办法给大家看，因为坏掉了，所以我今天这个场还蛮虚的。那我的 project 其实大家可以直接记一下哈，我用嘴巴念。那我的 project 的 website 叫做 code.google.com，然后 /p/flat/flat。那这个 project 上面可以有我的介绍，那大家可以自己看哈。那另外原本要准备 Q&A 的啦，但是现在应该是没有办法了。那不过我现在就介绍，那既然没办法 demo 的话，我明天再讲这。再补充这部分，因为明天有 unconference，我有报名，那我会报在那个 window manager 那一场，我可能还是会稍微展示一下今天我本来要展示的一个 iPad 的环境，那它包含了整个 3D 界面，那 3D 界面其实就是自己徒手打造一个compass，那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可以明天来看一下，好，谢谢。